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2月17日讯，梅塔沃尔德皮斯今日更新了推特，谈到了体育史最伟大之争和科比布莱恩特。此视频写道，在我的认知里，目前迈克尔乔丹是最伟大的运动员，但勒布朗詹姆斯和汤姆布雷迪与乔丹之间的差距不大。谈到科比，此视频写道，我认为跟腱断裂让科比的职业生涯永远无法完全完成，他受伤前打得非常好。科比在2012-13赛季遭遇跟腱断裂伤势，他当赛季场均得到 27.3 分、 5.6 篮板、 6.0 助攻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